Hello. OK， 走，今天呢，一个问题要问你啊。嗯。如果你的衣服肮脏，你会怎样做？还是多鼻屎哦。做不可以自己用手洗了？懒惰，很累。Yes, good. OK， 就是如果是你鞋子肮脏，你会怎样呢？拿去鞋店洗哦。哦，如果是你没有钱呢？没有钱就丢掉再买过。哦，有钱。OK， 如果你的车呢？你的车坏了怎样好呢？我车坏了吗？不懂。就 polish 嘛，对不对噻？就 polish 不到怎样好呢？ polish 不到啊，给人家 polish 哦。人家 polish 就 polish 不到啊。换个新车哦。Yes， 有钱了、啊，这种就有钱人了、啊。这我们这种没有钱的要怎样呢？啊，就给他 polish 哦。polish 不到怎样好？重新喷漆咯，喷漆很贵的嘛。所以这些东西避不到的，要怎样做呢？就是没什么啊，预疗剩余啊，预疗剩余脂肪。就是说脂肪，对，预疗剩余脂肪，什么能吃？剩余预防啊，治疗剩余预防。哎呦，哎，预防剩余治疗所。OK， 这些中文程度都是破烂仔啊。OK， 这样子呢，就在还没有那个车还没有被刮花之前，还没有受伤之前呢，我们就要做一些保护的东西。你不要以为你的车啊，没有得罪人不会给他刮，知道吗？走走路边啊，那种萝莉啊，石头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，你的车会有很多花纹，很多洞啊，就好像阿蒙的脸样子，看到吗？阿蒙是因为给很多萝莉啊，洞下洞下，所以很多洞的，知道吗？很多人射进脸上。这样子呢，如果是你买新车来讲呢，你会给一出车的时候就给弄这样子，你会这样会很心痛。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有钱人是索性去换新车了 ，OK， 我们就不懂，我们是没有钱的，我们就要去做固定。这样子今天呢，就要感谢这个 Jupiter Car。可以 sponsor 我的车去做这个固定。什么是固定呢？什么零是固定呢？固定呢就是一个英文词，什么固定？老板跟我讲做固定了，我想做什么？还成皮了？车有成皮了没？车有成皮了没？车有成皮了没？我知道树皮的腿是有成皮罢了，我不知道车有成皮了。树皮的腿有成皮也是做固定了。你们不想，还是不想？这个是车的固定，人体不需要做固定。OK， 所以这个车呢，这个车的成皮是怎样的呢？就是你看那个车皮啊，它久了过后啊。就会起一粒一粒啊，有花纹啊，怎么会有花纹呢？这就是可能你的漆久了被太阳晒，或者是你拿去给外面人洗车 polish 时，他们用那种很廉价的海绵除出来洗完，或者洗你的车洗到很多这个。用毛巾。用毛巾有没有？有看过用毛巾的。哦，用毛巾把你抹车啊，那个毛巾是很 cheap 那种粗的，所以说你的车是会有这种花纹。啊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个是分别，这个做了和这个没有做的分别。没有做的分别，那个灯光反射过去是扣下扣下样子，那个灯看到吗？那灯是有刻的，因为那个漆是肮脏的，有陈皮啊，磨皮过后啊，不同了，看到吗？磨得滑滑，就好像我们拍照用美颜相机要把你磨皮、啊、你的车不用美颜相机了啊？车不用美颜相机，还是实体的，把你磨皮磨了过后，它再包个固定上去啊，这样子你的车在外面，你不怕给那个车石头刮花、不小心人家那种破嘎不嘎铲开门撞到你的车门啦、然后你就活血了，知道吗？那、啊、有没有看到吗？做了固定过后，没有做固定的分别。做了固定过后，你看那个水是滑着下来了，没有做固定的呢，那个水是刻着下来了，看到吗？还有，你不遇到狗大便啊、鸟大便啊、阿蒙的大便乱喷啊，喷到也是，你知道大便意思？那边是有，那边是有酸性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放你的气那边呢，车的气呢，经过太阳晒久了呢，你的那个气呢就会变到呢，脱气了，暗淡没有风湿啊，中风之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大便很严重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了不要给做大便意思啊，我们的车要去做固定。别人讲啊，风水的讲，你可以不信，我只讲你一定要信。OK， Colorado best。那因为是买新车的朋友 ，OK， 你新车刚出过后呢，你千万呢，第一个时间呢，你不需要去安什么防晒镜那种水的啊，这样子就安全了。最重要是保护你的漆，你的车 ，OK， 所以就是来做固定车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很重要。你知道我们低频道除了树皮有陈皮啊，还有个女生有陈皮的。他叫黑人杜海伦，杜海伦啊，杜海伦不是我讲的，是阿蒙讲你有陈皮啦 ，OK OK， 他已经把这张照片他找给我看了，你的大腿这个陈皮照，不关我事啊，哦 ，sorry， 拜拜。